早晨啊，而家系天晴喎，不睇都睇到啦，系咪？气温就零度，下昼就会去到十二度，哇，温差变化都大喎，十二度啊！不过晚间几多度啊，真系唔知啊。前面嗰度咧，啲雲咧有一啲咁樣打斜去嘅，嗰嚿唔係雲嚟啊，係嗰啲噴射機噴出嚟嘅燃料消耗完嗰條軌跡嚟，或者好多人叫呢度做 chemtrail 化學品嘅路徑啊 ，chemtrail 即係 chemical 嘅 trail。咁有好多傳聞嘅，又話呢啲 chemtrail 咧，有啲人負責噴埋啲播毒嘅，咁樣都有，乜鬼講法都有，夠膽講嘅得噶啦。疫症期間咧，我有留意過，成個天咧一條呢啲都冇嘅。因為當時 Pearson 機場咧上落嘅航班啊，一日數埋十班都唔夠嘅，可以低到試過。而家當然啊恢復正常啦。不過大家不要開心得咁早，點解呢？呢個聯合國健康組織啊，已經研究到，其實即係我估計，即係好似賭錢咁樣睇住條攤路啊！咁啊，睇下將來會係點嗰個病未發生嘅病毒，佢俾咗個名佢嘅叫 X 病毒。咁喺十至二十年之內咧，會出現嘅嗰個殺傷力係而家呢一個新冠肺炎嘅二十倍啊！即係各有各人立場，個人啊，梗係希望長命啲啦。可能有啲政府啊，陰謀詭計啊，啲啊就希望，哇！病毒快啲出現啊，強啲仲好啊，去消滅人口啊。而家有71億人啊，琴日啊。昨天我朝早醒了五六點鐘醒了，咁啊 check 下嗰個人口，就五六點鐘嘅時候，當時已經係當日啊已經增加了成6-7萬人口啊，即係地球嚟計啊，你走去個網頁度睇下 World Population， 佢有個 Population Clock 嘅。死幾多生幾多咁樣，嗰個人數啊不停咁升啊升啊上嚟，升得好快噶。你唔好諗住喺北美洲見咁少人生細路，因為呢度少人生嘅，第二度生得好快嘅。尤其是伊斯蘭國家，人口增長係好犀利。而家系三月咯，好似3月29號。總之三月
三月尾咧有一個日假期喎，係耶穌受難日喎 ，God Friday 喎。跟住四月就冇假期啦。7:27，大把時間。搭過直升機喎，我真係揾一次搭下都幾百蚊美金啫嘛，又貴又唔係好貴，但人一世買一世未試過。一次我喺賴瓜科啊，都有少少心動想啊，誒拎張卡啊碌一碌啊，搭下直升機，誒哇飛翻轉頭咯喎，向翻渥太華嘅方向飛啊！佢呢架機咧係兩頭咁樣劈操住條401公路，嗱翻翻轉頭，可能我唔講啦，大家唔知嘅係咪？嗱，我而家講，大家就會知道。是我揸車載人啦，我好少講嘢，因為我而家拍片啊，焗住要講嘢啊嘛，如果唔講嘢，大家會覺得好悶。隔離啊！
黑色嗰架車咧 ，Alberta 駛過嚟喎。而家 overtake 我呢架咧係 Chilbat 嘅，呢個方向係灰不黑嘅。我左邊咧交通意外啊，閃曬燈。消防去曬度，因為車龍非常之長。呢條龍我諗右派一路頂頂到落去 ，Pickering 啊，應該。看一條龍尾去到哪裡，龍尾一路去的，很多貨車呢由東邊運貨去西邊，你看這些很長這些貨櫃車就是差不多到咁滯，十分鐘到，非常之近。仲係龍尾啊！而家啲人咧一路褪上嚟，係加入個龍尾，仲係有速度呢一度啦。隔離啦，睇到有速度。即係未塞到去 Pickering， 睇下嗰啲消防啊、差人做嘢快唔快，快又好快再開翻。但睇頭先個形勢都應該係快嘅。早大半年咧，我哋呢條線咧。試過燒兩個油罐車，佢直頭封咗條路啊，封咗兩日啊，全部要由行下路或者上路咯，即係行翻 City， 兜個 City， 然後再上翻401，燒死咗兩個人喎，兩架油罐車爆喎，燒唔係燒一架。連埋地面呢啲瀝青咧都燒到溶曬喎，要攤凍咗條路咧，清理咗，然後再碌過呢個柏油啊！油罐車好危險噶，因為抬住啲液體咧，你一揼嘅時候個液體繼續向前衝啊！所以油罐車你見佢，譬如30尺長咁樣咧，
佢唔係呢個三十尺一個平面，一個平面俾佢入面嗰啲液體去晾嘅，佢分開幾個 chamber 去隔開佢嘅，等佢嗰個晾湧嘅衝擊啦減少佢。但無奈你揼起上嚟都係有衝擊嘅。而家我進入 pickling， 有100,000人口，有田螺車。美國的田螺車和加拿大的田螺車不同的話，佢就攞咧個擺法啱啱調轉喎，頭尾到對調喎，同我哋，即係去出塞英泥嘅位置啦，喺個嘴嗰度出嘅，即係喺個車頭嗰度出。我哋呢個車尾最大分別咧就係都唔係嗰個擺位啊個形狀，最大分別佢哋一大隻啲嘅，離遠都睇到。我哋呢睇慣咗，覺得係呢啲 size， 覺得已經好似好大咁。尤其是香港過嚟嗰啲咧，香港咧更加細啊。咁香港過到嚟加拿大，覺得哇喺呢度都大啊。但係你去到美國咁樣先發覺，哇喺嗰啲仲大。上面天橋的人走去搭高火車，通常都是搭去落downtown，學生啊、啲職員啊落去翻工翻學，翻學就係翻嗰個 Ryerson 啦，而家叫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啊，因為 Ryerson 咧話佢有虐待嗰啲原居民咧，所以將佢除咗名嘛，咁啊大學都改名，叫咗幾十年啫。
好，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